大家好。今天路过的时候，发现这边一个别墅群。这个别墅群的话，就是看样子它荒废了非常久了。你看它的草都是非常非常的长了。根据这边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，这个别墅的话，每一栋都是价值上千万，每一栋它都价值上千万。至于为什么会荒废的话，我就弄不清楚。你看他写的那些编号了，估计是要拆除的。你看他这个地下的话，全部都是积水的，哇，还发现一只那个田鸡，你看，发现一只田鸡，哇，你看，这个的话，抓来吃的很好，我们那边农村的话就是会抓这个。真想不到的，这里还有这种那个山上的这一种，我们那边叫做那个田鸡，你看，非常的贵。哇，好几只哎！真想不到这里有好几只，一二，哇！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动物呢，看，是吧？这个是野生的，不是人工养的，是吧？然后它到了晚上的话，它会一直会叫，就是呜呜呜呜，它沉下去了，沉下去了。那边也是。那边也是。哇！哇！所以从这个破房子跑下来的话，真想不到底下就像一个那个鱼塘一样啊，是吧？你看底下像不像鱼塘？然后在鱼塘里面还有那种田鸡啊，我们那边叫做田鸡，也有大青蛙，那种非常非常的贵啊。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。上这个上面看一下，哇，风景是非常非常的好啊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风景是非常非常的好？你看这样子看过去，是吧？它一列一列的，这个别墅一列一列的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后面的山，你看一下，然后这边的话就一条河，这叫做用一句话叫做是依山傍水啊。这些荒废的别墅都是依山傍水啊。哇，底下是我的车子。
我进里面去探险一下，看看这里里面怎么样。太安静了，非常的安静。这边不知道是从哪里上去，应该有车可以上上来。这两栋都没有上那个上面的，很奇怪的，它这个别墅居然没有楼梯上去，还是我没有发现，因为这边杂草丛生嘛，是吧？想爬到这个顶上去看一下。但是爬不上去嘛。找到别的地方看一下。哎，这边竟然铲着草。大家发现没有？他这个荒废的别墅啊，它别墅虽然是荒废的，但是到了这个边上这边的话，还有人把草铲开了，铲了一条路开了，去探秘一下，让它铲出一条路。原来是这是有一条路上那个山的，上那个山上。一个人都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的话，我准备就是那个，扎到那一边去看一下，扎到别的地方看一下。从这边看过去的话，你看一下，这些别墅建的确实是挺好的，是吧？但是之所以荒废的原因，那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荒废的。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些别墅呢，它那个柱子啊，你看。
全部都非常非常的粗条，你看它这个柱子一根根的柱子是不是很粗大？你看我城里面的高楼大厦都没有这么粗，你看非常粗了，你看它那个梁柱啊，哇，这里面很阴啊。这里有个梯子，哎，发现这里有个梯子，我要用这个梯子把它架起来，然后架了，爬到顶上去看一看，对吧？哦，不用加了，这里可以直接就可以上去，看、啊、这里直接就能上去。我准备准备从这个梯子再上去看一下。准备爬上去看一看。啊，这上面也就是这样子，什么都没有，烂砖头。这一栋，向下互差救援，那边写的，看一下。啊，这写的字，可能要拆掉的这个这些别墅。哇，这底下也是一个水潭，这底下也是一个水潭。它这一栋的话，底下也是一个水潭，你看，但是这一栋没有像那一栋一样发现好几只田鸡，是吧？哎，非常非常的深的，你看，很深的这个水潭。发现这个别墅的它的梁柱啊，你看这么粗条，实在是太粗大了，这个梁柱啊，非常的粗条。